这本书知道的人可不多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在嘲笑我无知吗？我不应该是在夸你吗？有人说这本书对新手入行有帮助，我检验看看有没有干货。一本书要799，你干嘛？我先拿到的。哎，你不是已经有一本了吗？我呢，有个习惯，看一本，收藏一本。你给我，你给我啊！试一下转向灯，不这边，这个。嗨，糯米。我在。熄火。吸什么吸？吸什么吸？不许吸！车辆电源会自动关闭。坐好了。车辆支持匀速自动驾驶。哇塞，拽爆了！快点儿，走喽。要不靠边停吧，我单手开。安全距离教官学没学？没事，你坐好了啊。哎，不是，红灯。我看到了，我没想。刹车，左边刹车，刹车，左边刹车，刹车。我知道，你别说了，哎。我看得见，我又不是瞎，你别说了。别看我了，看手机。晚上的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去夜访。哦，你外卖送错我家了。啊。你藏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大晚上的下着雨还去夜跑，鬼鬼祟祟，屁有诈。藏什么呢？哎，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你怎么这么烫啊？我不会真的发烧了吧？